谁跟你说妈妈不会种猫条的？妈妈打娘胎就开始种这个，都种了几十年了，你都不知道那想学种猫条的小猫咪从咱们家都排到南极了，妈妈都没教，就等着把手艺传给你呢。这个猫条啊，它的肥料跟别的不一样，比如说咱们今天种这个练猫练狗的功能猫条，这个口味第一天你就得浇一根金项链，哎，你看已经长芽了，你再浇一根银项链，它明天就能开花。你看，没骗你吧，你再多浇几根金项链，它就长出来了呀，真的结猫条了。妈妈摘一个给你尝尝啊，这段时间你不是苦夏不爱吃饭吗？这个驴肉驴骨的胶原蛋白肽猫条，驴肉富含高蛋白又低脂肪低胆固醇，里面的驴骨胶原蛋白肽能够补充你发育所需的营养，是夏天很好的进食选择。剩下的两盆你也再去拿点首饰呗。你看，妈妈没有骗你吧，你实现猫条自由了，发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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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